跟我签约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生病了，是你拯救了我的人生。现在换我救你，你甘心吗？我们还有太多事没做，你不要假装不喜欢。我明天会来，后天也会来，我不会放开你，以后我会一辈子跟在你屁股后面。跟乱七八糟也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我的慧秀，求求你了，医生，请救救他。 谢谢你，这学的刚刚好。结婚契约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。